35岁港姐冠军被曝分手，遭 TVB 小生单方面取关，已结束六年姐弟恋。3月23日，据港媒报道，港姐冠军朱晨丽与 TVB 当红小生何广沛疑似已经分手，结束长达六年的姐弟恋。消息一出，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。现年35岁的朱晨丽16岁赴港求学并生活，原本是专业舞蹈员，后来参加港姐选美，凭借着出众的美貌成为大热门，最终击败一众对手拿到冠军。比赛结束后，朱晨丽得到力捧，主演了不少电视剧。不过她近两年传出被 TVB 雪藏，演艺事业遇到阻碍，没想到感情生活也出现了波折。2017年拍摄电视剧《超时空男陈》时，他与何广沛演一对，戏外两人传出互生情愫。何广沛比朱晨丽小一岁，是 TVB 训练班出身，长得高大帅气，备受 TVB 高层青睐，入行后演出邀约不断，演过不少剧集的男一号。传出绯闻后，两人都没有承认，但多年来经常被拍到出双入对。跟他们合作过的萧正楠和曹永廉曾爆料，何广沛私下会为朱晨丽买早餐。然而，过去互动频繁的两人，这段时间很少提及对方。朱晨丽更新动态，何广沛不仅不点赞，还被发现单方面取关，并删除以前的甜蜜互动。看来，两人关系已经不如从前亲密，疑似不欢而散。